哎，同志们好啊！今天继续来回顾街机足球游戏啊，但今天这个游戏呢比较特殊，游戏的名字叫 Stone Ball， 石头球，94年出品的街机游戏啊。那我们需要在6支原始人队伍中选择一支，与其他5支部落进行比赛。比赛场地非常接近足球场地，但是规则不一样。虽然这个游戏中的场地啊，这里边也有中线、中圈啊、球门禁区、大禁区、小禁区，哎，你看连罚球弧都有。那游戏中队员传球啊，也是用脚传球，但是它仍然不能算是正经足球游戏啊。你看比赛双方一人手里一根棍子，当然啊，作为一名原始人带一根棍子在身边是可以理解的。每方2名队员啊，用棍子击球进洞得分，得分高的获胜啊。什么犯规啊，裁判的界外球啊，什么角球、点球、任意球啊，这些通通没有啊。你有的只是手中硬邦邦直挺挺的棍子。嘿嘿，这个场地里啊会时不时的出现各种道具，有增强力量的魔法瓶，有能发出闪电的电棍啊，有能射出火焰的火棍。哎，比赛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小动物闯进场地，那很有意思的一款街机游戏啊，有兴趣的您可以试试。行啊，这期咱们就到这儿吧，感谢您收看啊，下期再见。Victory wins!